大师的表演呢？想想，终于到了这个 magic moment， 我们欢迎刘谦老师的表演。Yeah. OK， 好的。今天要做这个表演呢，说真的，我个人相当紧张，因为呢，它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。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。什么什么钉子，铁钉啊，确定是真正的钉子，因为如果这钉子是假的，等一下所有的表演呢就完全没有意义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坚硬的钉子。在接下来表演之前呢，我要先呼吁一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无论你是魔术师，你不是魔术师，你是业余魔术师，甚至你是职业魔术师，接下来这段表演呢千万千万不要模仿。我自己个人等一下呢是抱着这个拼上了命在表演的，就为了综艺大哥大的。好，真的千万不要模仿，非常危险。好，我把这个钉子呢插在这个木头上面，让它站在这里。好，这等一下要用到。接下来是各位可以看到呢，桌上有六个纸袋，空的纸袋。我先把这个纸袋呢一个一个摆到桌上去，帮忙摆一下，帮忙摆一下。我先说明一下等一下要做什么好了。等会呢我要请现场的一位观众把这根东西呢放进任何一个纸袋里面，然后旋转，像俄罗斯轮盘一样旋转。哎呦哎呦，然后我要凭我的感觉感应出里面没有钉子的纸袋，然后拍下去。不要吧，史上最恐怖的俄罗斯轮盘。我先说明一下等一下要做什么好了。等会呢我要请现场的一位观众把这根东西呢放进任何一个纸袋里面，然后旋转，像俄罗斯轮盘一样旋转。哎呦哎呦，然后我要凭我的感觉感应出里面没有钉子的纸袋，然后拍下去。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原理好了。其实学魔术的人周身都会有一种真气，可以趋吉避凶，逢凶化吉，所以我相信我的直觉会告诉我哪一个纸袋是安全的。现在为了避免有人怀疑我们三位来宾是串通过的，好，我这边有一颗球，请吴晨去拿着，直接往背后丢，丢到哪一位这个现场的观众呢，请他上来。哎呦是，哎呦哎呦，不能看不能看，往后看，不要看，直接往后丢。等一下带他到眼科去看一下，这段的严肃一点，严肃。不要那么傻的。同学看好了，我要丢喽！一二三，咻！谁接到？绿色，麻烦你起来。哦。他好生气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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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情不好吗？还是你在忙？他应该害怕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哎呦，现在我先说明一下，等一下呢三位来宾包括我人都会转过去，然后你把这个钉子哈、尖的朝上放进任何一个你喜欢的纸袋里面去，放进去之后呢，为了避免我们看得出来哪个袋子有动过，你每个都稍微这样动一下可以吗？然后呢轻轻的这样转一下，好了以后告诉我们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先转过去，全部转过去，不能偷看，我转过去。哎，好，放进任何一个袋子里面。哇，完了，我在哪边啊？完了完了。哪个？转什么？哇，哎呦，再转了。好可怕。好。好，那给转回来，三块转回来。好。
现在呢，全世界呢，可能只有陈小姐一个人知道钉子在哪里，因为她看着她转的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对啊，真的，还是避免她知道。现在请陈小姐转过去。哎，好，请吴成军再转一下这个。一二三。好，陈小姐，没问题了。现在请你回到观众席上面，大家再给她拍拍手，鼓励一下。好，再次呼吁一次，拜托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现场的来宾，回家千万不要模仿接下来这个。吓死人了！哇，接下来会越来越恐怖，因为现在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机会。剩下四个纸袋，其中一个有钉子，另外三个是空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三个空的在这里呢？因为这边坐了三位来宾。哎呦！好险啊！你不要叫他们拍啊，你吓死他们了。坤达，保重啊！哇，坤达可能会手会受伤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事前都不知道。对呀。你发现你在我旁边的话，我的好运 会感受到你的真气，我好运会传给你。选一个，这个，你确定吗？这个大不了休息一两个月就好。好，手出了，伸出来。好，我先跟你说明一下，你确定这个吗？对，确定这个。好，我先说明一下。好，这每个都有可能有钉子，你完全凭你的直觉去选的，对吗？哎呦！好，第二位。Oh my god！ 还有陈军啊！哇！谁叫他拿球丢人家？大不了，别怕，大不了用左手抓麦克风，对吗？还是可以主持啊。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有可能有钉子在里面的？哎呦，左边那个了，左边一个的吗？哎呦。我觉得是，不要叫我去碰哦，这个。啊？你觉得这个最可疑？就是中间哪个面有钉子？就是他啊。就是他吗？嗯。把手伸出来。不要。好像要打针一样。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。不然飞哥帮你带了，好不好？哎。我好不容易才混到主持人，顶多一只手拉风板而已。我们同甘共苦，一起下去哈。哎呦，两个一起。飞哥，难道我的手要在他上面，好不好？我是最多搓到一点点啊。
很痛，很痛，好不好？那我负责就是让他一定做这件事啊。真的很可怕。老公一天空白，叭这样下去就好了，一两个月就好了。真的很可怕。我来到这里才觉得好可怕。我先声明一下，连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哎呦！而且选都是他们自己选的。卖过贡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而且就算我知道也是他们自己选的，真的我不知道，完全靠运气。怎样？我觉得你不要怕，好不好？真的好恐怖啊！头好晕。哎呦，真的很好恐怖。一起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吧。好可怕。哇，我数到三了。哎呦，太恐怖，真的！哎，叫乙棒来，叫乙棒来。对，我可以打给我姐姐。哎呦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嗯。假装假设是我来拍，你不要拍。哦。你来拍。你来选。好。这个是吗？对。你觉得这个是安全的是吗？对。这个吧。好，手伸出来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要拍吗？可是轮到你。来，你手先放上。对，我不敢，我手都要发抖了。真的很恐怖。艾米加油！哇塞！哇塞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好的，这个时候有人在想，是不是其实六个袋子都没有钉子？对，大家都把它藏起来带走了。好，这是唯一的一个袋子，剩下在这里的。吴承君，我刚才差点被你害死了，掌声给我们刘老师鼓励我。